给你们看一下从我女朋友手上抢吃的到底有多难。我这次两口就给你，好，我再吃一口就给你，我再吃半口就给你，好不好？没了。好吃吗？不好吃。不好吃你还吃啊？这种不好吃的东西要我独自承担，不能让你面对啊。我也要一起给你承担。喂，大哥。你吃了，那我要吃饭了。满足，没什么味道。好好鸡肉味啊！好痛的，我给你换一个吧。去哪呀？走这么急？发现一个地方都有吃的。吃什么？老板当海苔啊！就我们平时经常吃那个，它是泰国国民海苔来的。可以啊，可以，走。你好牛啊，这都能给你找到。这就勉强分你一半吧，还想要吗？想。那你想去吧。啊。这边凑凑热闹好不好？哦，好像很多人啊。没想到好像做了有点东西啊。我就亲一口。他一共就一口。就一口。你在吃啥，宝贝？老板的海苔，就我们泰国吃的那个大泡鸡肉味，新口味来的。给我吃一个。嗯，可以吧？那你还有一包那个，再给你多点一包吗？对。你一包，我一包，你一包，算了。我一包，你一包，我一包，我答应说好的，都给我一包。啊，那我没有了。